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句，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来看课本这个第十九页啊，讲到各个为人悉谈，讲到上次讲到啊，无人得处，无人得杂处得杂受啊。他说，更有破群那经中说，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破群那经啊，破群那经有时候又叫做破求那经啊。那底下注解有讲啊，这个是杂含啊，卷书三七二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破求那经啊，它里面说的，他说啊，他主要在讲有四十啊。那么食是滋养啊，就是维持生命的啊，维持生命的四种条件啊。好，那么就是啊，这个四食食啊，一般就是我们的所我们所得的饮食，就是我们啊需要饮食，我们才能生命才能继续啊。那么就是维持生命的四种需求，就是说一个人活着基本上必须要具足这四种条件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里叫做啊团食啊，团食有时候叫出团食啊，因为跟细差别。那一般我们简单讲叫做断食啊，就是要咬成一段一段的啊，咬碎。那么细促食我们就叫做促食啊，那促食啊，比如说要按摩啦，要澡浴啦，就是让身体那种苦的感觉啊，那消失啊。那么意识食啊，就是你要有生存的欲望啊，那么这个我们叫做思食啊，断处思，然后四识啊，就是要有四啊，我们叫做四识住的四，四这个意识，四四一色受想行而住，叫四识住啊。那唯识就把它叫做阿拉耶啊，要先有这个四。那四跟意识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一般佛法里面都叫做一意生四啊，有意生四，那心意识的一个差别啊，那这由我们再说啊，就是它有些不一样。好，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断食、促食、思食啊，四食。好，就是维持生命的四种需求，那一般叫四食。那就有婆求那就问了 啊，这个婆求那，这是一个比丘啊，他就问，那么谁食此事啊？那么他说四食嘛啊，他说不是，佛陀说，佛说啊，这个是比丘婆求那啊。谁食此事？佛说：“我不言有食事者，我并不是说有一个食事的人啊，食事者啊。那么我说是事实，我说要有事，必须要有事，生命才会啊，那么存在啊。那么唯识讲啊，去来先后做主公啊，做主翁。那么没有事，那么那个人就是死人啊。一般来讲。”离了世啊，那个人就死掉了啊，受卵世基本上是以世为主啊。好，那么所以他就跟他讲啊，你不要，我并没有说有一个食饮食这个食用这个世的人啊，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是说世是死，世是就像饮食一样，他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身体他需要饮食。如果没有饮食，一般科学家讲七天啊，那么人啊，大概就是可能会面临死亡啊。
但是如果有修行的或是修瑜伽的啊，它基本上可以长一点啊，其实不用吃也没关系啊，但是就是吃这个初团食了啊。那么像道家他们就是像炼气啦这一种啊，这种基本上就是它也是有食，但是这个食不是我们那种初团食啊。那好，他说我说事事事事为此，就像饮食一样啊，他们要滋养这个身心，滋养身心的啊一种需求啊。所以你应该问啊，其实他说佛说何因缘有事实，你应该问什么样的因缘会有事实啊。啊，应该这样问。他就说人令未来有啊，我们的有两种，一种就是现在有啊，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就是现在的五蕴身心就是有存在，有是一种存在，有是一种显存在，现实的存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现实的存在啊，这个就是有啊，五蕴。那在十二缘起里面，这就是四名色六入触啊，就是这些啊。还有一种就是未来的潜在，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啊，基本上这两种。那如果在经典里面，那么就分很多种了啊，三有四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是三界啊，就众生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存在啊。现实的存在又分很多种啊，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啊，就是说你现在还看不到，但一定会有，未来一定会有啊。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实的存在也可以分很多种啊，比如说三有，欲界的众生叫做欲有，色界的众生叫做四有，无色界的众生啊叫做无有啊，无色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然后也可以分成四种啊，中有本有身有实有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叫做身有本有啊，那么本有啊，那么刚出生来的时候那个叫身有，要死的那一刻叫做实有，那么从死到生的这个中间叫做中有啊，又有称九有啊，就四生九有啊，又有二十五有啊，反正就它只是归类不同的存在而已，把不同类的众生，就是把不同的类众生分类，就像职业啊，那你可以分几种啊，你可以一性别分男女啊，你可以分职业分性四农工商啊，就种种很多了。那这种有一般来讲，就只要来分就分两种，现实的存在啊，那么未来的潜在，那未来有啊。那未来有事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取之后那个有就是未来有啊。那识名色六入这个就是现在有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身心。好，那他说人令未来有啊，就是你必须要有识，识就是现成，识过就是识，那么变成现在有，那么现在的这个识，这个身体死了又变成未来有，那个未来有就变成现在有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么所以人的未来有就是未来的生命，这个有就是生命的存在啊。那么在相续，不管你是天人地狱阿修罗啊，恶鬼畜生啊，都是这个有，都在这个有里面啊。那么因为有这个有故，所以有六六处啊，现在就讲十二缘起了啊。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那么依附这个身心啊，啊，那么四缘名色啊，那么开始啊，那开始有六处啊，就是感官啊，那么六处啊，就是六六处啊，内六处外六处啊，所以叫做六六处啊。那六六处就缘处啊，就开始这样讲啊，就是说我们说缘起是佛陀对生命的剖析啊，就是生命到底是一种怎么状态，它怎么来，然后最终最初是什么，那么现在是什么，那最后是什么啊，其实是这样啊。那所以六六处缘处啊，就是是名色六入处啊，就是跟尘世合合生处的处啊。那这里开始问啊，那为谁处啊，因为他这里的经典讲破求那经啊，破群那经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他现在在说这个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无人得处。那其实他这里讲的很多啊，就是触受爱取有都有啊，
谁处谁受谁爱谁取啊，谁有啊，无人得处。但是他这里只是举这个来说，因为他从杂处杂受那边啊，所以变成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就是有一个受者，有一个处者，有一个实事者啊，一般就是这样啊。那么有一个处者啊，六路缘处。那么为谁处？那么处者，他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处者。那么谁在处？啊，那我们说处是一种六根面对六境所产生最初的心理反应，啊，就是心理感受、心理反应。那么处就包含了后来就有很多种种的心所，啊，那么就是根尘合合生事，根尘合合生事，根尘事合合生处。处俱生受想思，那受想思就是一切的心所，受想行嘛，行心所以是心所为主啊，就受想行啊。那时候一切的心所基本上就是受想行啊，那以是心所为主就是受想思啊。所以五蕴心心所啊，那么再加上身体色受想行识，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五蕴身体啦啊。那他说我不言有处者啊，那么。因为问我不是说有一个处者，那这个大概都一样啊，就是我不言有事者啊，我不言有处者啊，那为谁处？我不言有处者啊。你应该问什么样的因缘有这个处，什么样因缘有这个处呢？处缘受啊。那么处之后何因缘故生处啊，那处之后有受啊，那么为谁受啊？我不言有受者啊，都一样啊，处者受者就在这里啊。那么什么样处，什么因缘生处呢？啊，在后面还有一段啊，什么因缘生处啊？根尘是合合就生处啊，就是根尘是合合啊啊，这个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有讲啊，根尘是合合就生处啊，根就是六根，六六处啊，六六处就有处。那应该是这样啊，六六处有处啊，那么这里六六处就有处啊，那我不言有处者，因问何因缘生处？那怎么样生处呢？啊，其实这里有六六处有处啊，六六处有处应该是这里的了啊，六六处有处啊，就是这里应该是这里的了哈，六六处有处啊，这里是逗点啊，六六处有处啊，那么处就缘受，那为谁受？我不言有受者啊，所以六六处有处这里。那么我不言有受者啊，那这里就是处者受者，无人得处，无人得受。我不言有这一个，有这一个受者或处者啊。那么因问何因缘生受啊？那怎么受从哪里来的啊？那受之后会怎么样啊？那这里也一样啊，就处之后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受缘爱。处受爱取有啊，那一样啊，那爱缘取啊，就这样十二缘起啊，能招当来的有啊，一样啊，就是未来的有。那这个是啊，是啊，那么能令未来有相续生啊，那能招当来有啊，其实这个就变成，那么未来有相续生就变成这一生，那这一生又累积啊，这个是又招当来有啊，那么就是这样三世流转不，三世流转。啊，那么不循环啊，不已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同样这个婆求那，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杂含九六一经，佛陀也没有回答啊。我们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对照的看哈、啊，就是说，婆伽种出家啊，就外道的来问佛，那么有我吗？啊，那么这个佛陀是有回答，这个是在讲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在讲什么？讲四悉檀，哈、啊，这对治悉檀、为人悉檀，再讲为人悉檀，啊，就是针对一个不同的人，那么他的问题来说，那么这里婆求那他是有回答的，啊，就是告诉他我不言有处者，我不言有受者，啊，就讲到无我。这里是针对婆求那，啊，那婆求那是一个比丘，啊，是佛弟子，啊，所以跟他讲。啊，其实是无我的啊，无有处者，无有受者，无有爱者啊，那么无有取者啊，处受爱取。好，那么但是对啊，婆伽种出家的这个外道，那么因为他没有
没有这个听过佛陀的，他也不信佛，那么也没听过佛说的法，所以当他来类似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有我无我啊，这个其实也是有我，我只是把这个我啊分成畜兽爱取啊，这些啊，那这个是佛陀当时在多位比丘讲这个嘛，缘起嘛。好，那我们看九六一经，那这个是杂含里面的啊，这底下注解有三七一经的样子，我看是哦三七二经啊。那这个九六一经里面，婆伽种出家问佛，有我吗？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六世外道的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啊有两种或者三种啊，那两种就是常见跟断见。常见就是有我啊，断见就是无我。那也可以讲，也可以讲啊。那么不管常见断见都是有我论啊，就是现在我死后就没有啊。那么现在我死后就没有，那个都是有我论，包含在有我论里面。那么也可以说啊，这个常见是有我论，断见是无我论。那因为佛教是无我论，所以一切的外道都是有我论。那有我论里面分长段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写。好，那么他问佛有我吗？啊，佛三问，问了三次，佛都不说。那佛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像婆求那跟婆求那说一样？因为婆求那是佛弟子，他是信佛的，啊，那么这个婆伽种他是不信佛的，啊，他之前又没有一些佛法的知识，你不管跟他讲有我无我，他都不会想到佛要告诉你的那一边去，他就想他原来的，他的习惯性思维。好，所以他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佛有所谓的对治希谈，啊，为人希谈啊，有为人希，对治希谈就讲到五庭心那边了。啊，这个是为人希谈啊，针对他的状况来讲有或没有啊，那是针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性质啊。好，那么阿难看佛，这个婆伽种三次来问佛，佛这外道嘛来问佛啊，那么有没有我，佛陀都不回答。阿难就很奇怪啊，就佛怎么不回答呢？阿难就问佛。啊，他说：“世尊为什么不说？世尊现在不说，岂不真彼邪见？就是真彼什么邪见呢？沙门不能答彼所问。好，那么他回去就会炫耀了啊！你说那个佛一切智者啊，多厉害，多厉害啊！一切一无所不知啊，就是一切智者嘛啊，那个多会讲啊。那么但是我去问他，根本都不能回答，他根本就不知道，也不能回答我。”你看他回去就可以炫耀了，然后就开始讲啊，其实沙门瞿昙，沙门就是这个瞿昙就是佛了啊，他们都叫他沙门瞿昙。这个沙门瞿昙你说那么厉害啊，其实我问他有没有我，他连打都不能打啊，就真彼邪见。他原来就认为佛没那么厉害，他要来问看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结果问了，不问不知道，问了就知道了啊，他也没那么厉害啊。你看他就会这样真彼邪见嘛，真彼先来邪见啊，不要，他不能答彼所问，真彼先来的邪见不能答彼所问啊，因为佛没办法回答我啊，他没那么厉害啊。佛就说啊，你看佛就说我为什么不答，所以佛的问答里面有一种叫自答，自答就是不回答啊，放置着不回答啊，我一种就是反问答啊，他也不回答，他反问你啊，反问你啊，那个就是反问答啊，那这个叫自答，他有回答你，但是就是不回答就是一种回答。为什么呢？他说：“我若答言有我，好，他就问有我吗？啊，我如果答言有，那么他本来的有我就是邪见的，他就是有那个常见的我，常见的我，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我，就是恒常独一自主，啊，有一个类似像灵魂不灭的这一种，那个是我论。”像放我也是我，外道的这个我也是我啊，那么就是有一种常见的我论啊，所以我如果跟他讲有啊，他就会想到那种有真实有啊，其实没有真实的我啊，只有缘起的我啊。那如果我跟他讲没有呢啊，那么他原来认为有，那么现在没有了，那原来的有现在变成没有，那是怎么变原来的有，原来是有，因为他一直认为原来是有，
啊，那现在变成没有，就好像说啊，如果西方人来跟你讲有上帝吗？啊，那么你说有还是没有？那如果想有，那他不，因为那你说佛教讲有没有上帝，也可以讲有，也可以讲没有。啊，那等一下我们再那啊，我们举个例来讲哈，举个例来讲。那有我无我也是这样哦，有我不是你说的我，无我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我啊。举个例来讲，如果有西方人来问啊，那这个我类似像上帝了，只是西方人的上帝只有一个啊。那印度的这个我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就是假设我就是上帝，那每一个人都有啊那个上帝的属性。啊，类似像这样，那泛我论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有上帝吗？那你说有还是没有？如果你讲有，那他有上帝啊。那上帝他的上帝是什么？西方人的上帝是什么概念？创造世界的，世界是由他创造的，我们也是由他创造的，创造世界跟创造人类的神，唯一的真神。世界还没有，它就有了。世界灭了呢，它也不灭。众生的最初是从上帝来的，他的上帝是这样。那有这种上帝吗？当然没有。那你说没有上帝吗？大梵天就是上帝啊。上帝只是一个神啊。那你说没有上帝吗？那你说他本来说，你说有上帝，好，那么他会认为就是那个上帝。其实佛教是讲有上帝的，大梵天啊，大梵天自认为他创造一切啊，啊，那这个世界他是从个观音天然后下来，他是最初下来的啊，啊，然后类似像这样来这个世界的啊，那么但是不是佛教讲有上帝，是有这样自称为创造一切世界的神，是有这个人大梵天，那认为是一切众生之父。确实他也自己他有上帝是大我慢嘛，梵天是我慢很非常重啊，那有这样的一个上帝，但不是真实他创造的世界，没有没有。那你说有，他就会认为有一个创造世界啊的真神。那你说没有，那没有，那我们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他这样啊？他就会更迷惑了，他就会讲那没有上帝，那我们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讲有上帝啊？就更多疑问了啊，就更多疑问了。他的疑问，如果有上帝，他的疑问就是那上帝怎么来的而已，其他都是上帝创造的啊，其他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只有一个疑问，就是上帝是怎么存在的。如果没有上帝，那疑问就多了，那个疑问就更多了啊。没有上帝，我们怎么存在？世界怎么存在？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我这样？啊，为什么你出生就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死？啊，问题就多了。如果有上帝，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上帝决定的，上帝使然的啊，那就简单了。那只有一个问题，有上帝吗？啊，你看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没有啊，这个问题就多了啊，所有的问题啊。那没有上帝吗？那佛教里面，你看经典里面也有讲了，啊，这个大梵天啊，自称我是一切众生之父啊，这个就跟上帝一样啊，啊，他基本上就是有上帝这个神，自称为上帝这个神。但是没有真正他所讲的那样可以创造一切世界啊，是一切世界最初的因的那个神，就好像梵天也一样啊，梵天也一样。好，那么一样这里讲啊，那么他说假设我讲有我，我讲有我他邪见也重，如果讲无我他邪见就更多，就是讲有我他原来有我的邪见会加重。你看这个我去问沙门瞿昙，他也讲有我，证明我一直想的是对的，邪见加重，有佛跟他加持啊，跟他保证啊，有我啊。那如果讲无我，他原来有我的观念没有办法去除，他也没办法啊得到更多。那你说那佛为什么不跟他讲清楚呢？因为他是外道，他也没有常常来听佛说法，一下子讲不清楚。如果他来出家，哦，那有可能就常常听，常常听，啊，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禅陀，出家那么久，一直到佛灭后，
他都还没解脱，都还在问为什么是无我，为什么是无我？如果是无我，谁证得无我？他还在问这个东西啊。但是有些人就容易，但是他就要熏习啊。那么你以前有宿世会的，一听他就知道了啊。像舍利弗、目犍连，一听缘起就证无我了啊，断分别我见了啊。那有一些像禅陀这一种啊，一直说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啊，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啊。那这个佛是我家的。法也是，法是佛说的，佛是我家的，法也是我家的，你应该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啊。那个僧团要跟他处罚，他都不接受啊，说你这个怎样违愿，违愿们怎样，你要受什么处罚啊，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啊。戒律里面都就这样讲啊。那因为就是这样生我慢，所以他不能，我慢就是生系的我执嘛，那我慢很重啊。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阿那律，阿那律只是这样想，我天眼第一呢，我这么精进，为什么我都不能证我证的解脱？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障碍。所以舍利弗就跟他讲：“你觉得我是天眼里面，即使目犍连神通第一，都没有他的天眼厉害。所有佛弟子除了佛之外，所有的佛弟子没有一个天眼比他厉害的。那么多精进的佛弟子，他的精进是排在前面的。”我都这么精进了，我修行都修到这个程度了，天眼第一了，佛弟子里面无出其右了，为什么我还不能解脱？你看啊，那一样啊，我慢是一种很生系的这种执取，他就因为这样不能解脱，何况是梵天，何况是这些外道弟子，那么他也是有这种邪见啊。那你看他就有一点差别。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婆求那经里面谁处谁受，那前面是有杂处有杂受，我们说这个跟业报差别有关系啊。好，那再来看啊，那说好，那么前面说有杂处有杂受，这里说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那我们说前面那个经基本上类似就是频沙往灵佛经了啊。那他说那这两部经怎么会通？你又说有又说没有啊。好，他说啊，已有人因为有人疑后事啊，那么这是一个啊，那不信罪福做不善行，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疑后事当然就不信罪福做不善行，但是疑后事不一定啊，不信罪福不善做不善行，就是说，不是，就是说，罪不信罪福做不善行，不一定是疑后事。疑后事就是怀疑有后事啊，就是现在是我们看得到吗？过去是看不到，未来是也看不到啊。那你现在做的对过去已经过去了，对过去没有影响啊，都过去的，主要是对未来啊。那么通常是这样啊，四种证件里面啊。我们来看哦，啊，基本上来讲这个，啊，疑后事。佛陀讲四种证件，最初基本上就是一六师外道说的，啊，证件分世间跟处世间嘛，啊，那世间的四种证件，啊，所以讲证件真上者不堕三恶道，啊，就是说。因为你不会去造恶业嘛，有善有恶，有善恶，有业有报，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恶都是行为，身口意的行为，啊，观念跟行为啊，我们叫观念跟行为。观念跟行为的这个属性，善恶属性性质啊，那么通常讲两个，那也有讲三个，善恶无忌啊，就不善不恶，非善非恶啊，基本上讲两个，有业有报啊，有去有来，去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好，那基本上就是三世，就是业果是讲三世的了，业成为报。
业跟报是不一样的哦，业跟报不一样哦。啊，善跟恶是同类的，就不就是同样是属于观念行为的属性啊，但是它是不同类的啊。这是就是要不是善就是恶啊，基本上是这样分而已的啊。那么善业跟恶业啊，其实啊，那业跟报不一样哦。我们常常讲业报，业跟报不一样，业不一定会成为报哦，业不一定会成为报哦。啊，这个大部分都讲在中阿含，他中阿含讲故作业啊，应该是《诗经》啊，还是什么经我忘了，就是他是讲业，故作业必受报，不故作业。这是跟心有关系的，那么心是一切法的主导嘛，不顾作业，做就是照做，业有善业有恶业，那么不必受报，不必不是说不用哦，不必然啊，所以报又有分嘛，啊，报有分，定业不定业啊，必受报的叫做定业，不必受报的叫做不定业，就是。不一定啊，这是一定，必是一定的意思，一定，必定一定啊，就不一定受报，啊，不必不是说不用哦，啊，是说不一定受报啊，因为业跟报，它要业成熟才会受报，啊，不一定，啊，这个叫做不定业，这个叫做不定业，定业不定业，那大部分的业基本上都是不定业的多，啊，那么所以有时候业叫做。思所造业啊，好，那么善业，业有分善业跟恶业，那么善业就有善报，恶业就有恶报，但是业要成熟才会受报，业要成熟，所以菩萨基本上是成熟众生的善根，啊，行善，让众生行善，让众生不要造恶，所以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基本上啊，就成熟众生的善根。那么由善根，它可以发展出善业跟净业，啊，善业也可以包含在净业里面，啊，那么就是那也可以分开啊。那通常如果把净业跟杂染业，我们叫做杂染，啊，刚才讲就上次讲杂染业，杂染业里面就分善恶，啊，善跟恶，杂染业里面分善恶，那这个是清净业，叫做净业。啊，它就非善非恶，啊，那不是无记业，那是就是不属于轮回的业啊，清净业。好，那由善根就可以成熟善业跟净业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凡有圣，那这个是针对当时啊，就是有凡夫有圣人啊，那凡夫就是净业了啊，所以这个凡夫是杂染业啊，这个业有过去有未来，你现在的业可能是。几生几世以前成熟了，这世才成熟，啊，不一定是这世造的，啊，不是这世造业，这世受报不一定，啊，所以有时候行善得恶报，行恶得善报，那个善报不是这一生的，啊，像那个外道看见这条牛升天，牛也没造什么善业啊，他也没造什么恶业，可是也没造什么善业，那他为什么升天？啊？那有一些人造善业，那为什么受苦？啊，那你就那善恶业在哪里？要看过去未来，就是三世的业，我是讲三世的，啊，那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有从凡夫这样来讲，那有凡有圣啊，基本上就是从业来讲啊，它是杂染，啊，杂染的杂凡夫都是杂染业，有轮回的啊，所以它有轮回，啊，有苦的。那么圣者是清净业，那么清净业依他的清净的程度来分，已经解脱，决定解脱，啊，就是已经解脱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这种已经解脱了，下一次不会再受苦了。决定解脱就是这一次还没解脱，他可能七次以后七次人天往返才解脱，可能两次啊一次人天往返解脱恶果，可能。下一次升到色界天，他就解脱啊，所以有分啊，就是圣者里面又有分，已经解脱、已解脱的、已解脱的啊。
你解脱了就是辟支佛、佛跟阿罗汉，那么决定解脱，当解脱，当解脱就是还没解脱，但是他决定解脱，啊，那么就是决定会解脱。菩萨叫做阿比跋致，那这个声闻啊，基本上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啊，那么决定得解脱。好，那这个是因为有清净业。好，那这个是佛教里面来了解，啊，来说这个众生的一个差别啊，凡圣的差别。那么凡夫跟圣者啊，它最主要不同，凡夫主要的不同在福报，圣者不要的不同在智慧。主要圣者依智慧来分上中下品，那么凡夫依福报来分上中下品，啊，那福报又有所谓善啊，这个定善跟善善啊，那色界无色界这个是定善，这个欲界是善善啊，就善乱的心的善啊。好，那这个又不一样。好，那现在说到啊，这四种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了。这里在讲到有人疑后世，疑后世怀疑，怀疑没有后世，就是没有三世啊，啊，无来生，没有来生，没有来世啊。他怀疑没有后世，疑后世就是疑无有后世，只是这一生啊。像唯物论啊，几人讲唯物论，唯物论。六识外道哈，在经论里面哈讲的非常复杂，啊，有时候这个人的，比如说在中阿含里面啊，弗兰那说的可能变成佛夫陀说的，啊，那真阿含里面的佛夫陀说的可能变成莫切里说的，啊，反正就是，你如果把所有经论里面有关六识外道的全部汇整起来看，你会发现啊，有时候阿姨多说的变成富兰那说的，富兰那说的是波富陀说的，波富陀说的是莫切里的主张啊，反正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每因为传来的嘛，而，啊，且大家很多人啊，就是每一个人记得不一样，那就掺了，啊，掺得很厉害啊。那我们这边是啊，大概稍微整理过啊，那么就是有一大概的啊，也只能说大概的整理过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这六个啊，那名词也很多种，那我们都把它翻译成三个字的比较好记啊。那我通常都是这么记啊，阿富波莫善尼，基本上是这样啊，阿富波莫善尼啊，阿姨多富兰那啊，这个富兰那通常一般都叫做布兰加瑟啊，那也叫做富兰加瑟啊，富兰那啊。那基本上这里疑后世不信因果，基本上是两种，一个就是怀疑没有后世，就是这里讲的啊，那么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那也无没有凡有凡有圣啊，那有善恶业报啊，那不信罪福啊，就没有善恶业报，这是两个，但是没有后世，后世都没有呢，你现在做善做恶。不就一定没有后世？没有后世，你后世要受什么罪福啊？没有，你只有这一次受，这一次受你没有啊？这个是唯物论啊，阿姨都是唯物论，没有后世，没有业报，没有善恶，没有凡圣。所谓没有善恶，就是啊，就是你做的好事不好事啊，它并不能成为业啊，并不能成为业。对这一次只有好，你这一次对别人好，别人对你好而已啊，但不会形成你未来的过患啊，不会。那这个富兰那啊，有几种说法啊，但是一般来讲，他也是讲没善恶、没业报，啊，但是他不一定讲没有后世，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无有后世啊，谁往受之啊？那么他也有讲啊，就是说有我们前面就说过，就是说同样是富兰那说的，但是有很多种说法，很多种说法啊。那么基本上有一些说他也讲没有后世啊，就是那，但是他并不是讲没有灵魂哦。他讲没有后世，但不是讲没有灵魂。像基督教也没有讲后世啊，基督教只有这一世，没有过去世，没有未来世，就是没有后世。基督教没有来生的哦，但是他有没有灵魂？有，死了到哪里去？死了到上帝那里去。他是有我的，他有灵魂，但是没有后世。那富兰那有可能类似像这样啊，类似像他也讲有灵魂哦，
灵魂不受业报，灵魂不受业报，啊，那但是也有可能讲没后世啊，就是无有后世，谁往受之，啊，就受这个业，作者受者并成虚说啊，讲这样。那一般来说像这个富兰那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主张，他就是说在恒河啊，在恒河南边啊。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没有罪，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没有福报，啊，他说灵魂不变，身体有灭有生灭，啊，所以他是讲有灵魂的，他讲有灵魂的啊，但是不一定讲有后世，讲有灵魂不一定讲有后世啊，像基督教也是这样啊。那唯物论啊，唯物论就是也没有灵魂这个事，那没有灵魂当然没有后世啊，啊，没有灵魂。就没有后世，但有灵魂也有可能没后世，啊，没有来生了 啊，那其实是这样啊。那基督教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来生就是一直升到天上，或一直在地狱这样，啊，但没有说啊来生在做人这一种 啊。好，那基本上啊，基本上他说在恒河南边，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没有罪，没有罪。在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没有福报啊，或是你救一千个人啊，你杀一千个人，而布施一千个人没有福报，无福啊，没有福报啊，这个杀一千个人也没有恶业啊，没有恶业，没有业报，没有恶业。那布施给一千个人没有善业啊，善业就受善报嘛，恶业就受恶报，但是善业不一定善报，还要成熟才会受报啊，这个我们还要分。好，那所以有人疑后世不信罪福啊，那么疑后世就不信罪福，但不疑后世也可能不信罪福，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是这六个啊，那波浮陀是定命论啊，就是这些啊，很多东西都是决定了的啊。他基本上是说啊，那么我们的身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苦乐命就是灵魂啊决定了，七要素决定的，它不被创造也不被破坏，啊，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破坏，所以没有烦没有生啊，它就原来就这样，没有办法创造跟破坏。宿命论啊，宿命论是一切都是决定好的。那佛教徒有很多讲业报会讲成宿命论哦。啊，会讲成宿命论啊，就是这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不一定啊，不是决定好了啊。比如说我今天被人家抢钱了，那一定是我过去是抢人家的钱，所以现在受报，所有现在的苦乐都是受报，不是那个变成宿命论了啊，都是过去生怎样怎样怎样，不一定啊。那你这样讲的话，就变成佛陀被提婆达多害，提婆达多好几次要害死佛陀，四次的样子。那么你意思是说佛陀过去生有四次害死提婆达多是吗？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不是宿命论啊。那不知论啊，善漏也，这个是舍利佛目犍连的师父啊，就是一切他都没有下决定啊，比如说叫慢疑论啊。那泥见子啊，就是佛教跟泥见子很像，大概教义大概有70%-80%是相近的啊。那么他是苦行离系论，就是修苦行啊，因为我们是依业受报的嘛，啊，那所以我们努力啊，因为受完这个业就不受那个报。比如说你有第一业，那你去第一业受苦回来，第一业，你去第一业受，你去地狱受报回来，第一业就没有了。你有第一业，你去地狱受报回来，地狱就没有了，啊，就好像你有杀人罪要关20年，你监狱关出来，杀人罪就没有了。你不用再管了，啊，类似像这样，你有畜生道德业，那你做畜生做完了，业常尽了，那就不再受报了。好，他就依这个理论，啊，然后就是这一生就努力受苦，还完过去生累劫的业，那就解脱了，啊，那这个跟佛教徒一般说的吃苦就了苦，道理有一点一样，但吃苦不能了苦，吃苦不能了苦，了苦苦即灭道。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有正确的观念才能灭苦，苦是由愚痴来的
啊，这《阿含经》里面讲，一切苦都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那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受苦就是修行，受苦不是修行。佛法不是讲要你吃苦，佛法是要叫你离苦，知苦离苦，不是叫你吃苦，那么受苦忍耐苦啊，不是这样子的。那后来有些人误会了，有些人误会了啊，那觉得苦行就是修行。以前佛陀时代也这样啊，无比丘认为佛陀不修苦行，直接就说他不修苦行就是修行，因为苦行等于修行。啊，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哦，啊，有很多持戒的啊，或是修苦行的，那么他都认为你不修苦行，你就是不修行，不修行你就不能得解脱，啊，那现在我们有很多错误观念了。一个就是比较讲修行的是修苦行，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不念佛，你就不可能得解脱，因为现在是末法，你不念佛，你只有修其他的行都没办法。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你不念佛，就算你修行，也等于不修行，因为没有用。啊，修其他的行都没有用啊，啊，只有念佛是有效的修行，其他的修行是无效的修行。那因为不能得解脱嘛，那念佛可以得解脱，可以到阿弥陀佛那里，阿弥陀佛那里就得解脱了。那其他你没办法，你只要不得解脱，你这一生得福报啊，叫做三世愿嘛。啊，你这一生得福报啊，来生这一生得福报，你就多造业，造业来生你就要多恶道。你这一生修行只是让你来生得福报，但是你来生的福报会让你多恶道，那你最终还是多恶道。对，现在很强调这样，这个是错的，不是这样说的。你会不会多恶道？你会不会多恶道，跟你有没有正见有关系。你没有正见，那么你可能依你的烦恼贪嗔痴相应，邪见相应，你就会造恶业。你有正见，你怎么样都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所以叫做正见真上的没有解脱啊，正见真上的没解脱哦。他不在四庄八辈里面哦，他不是圣者，他是凡夫啊。但是正见真上者，终不堕恶道。你看这佛法是这么说的，所以修行要以培养正见啊，巩固深入这个正见为主。阿含经里面讲啊，一切的苦痛苦都从愚痴生。你不明白啊，不明白，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不了解什么？有善有恶，有报有过去。你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把恶当成善了，把善当成恶了，啊，那你不知道所有的业都会受报，你不知道自作业自受报，你老是在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啊，乃是在期待啊诸佛菩萨的怜悯啊，那你念佛不过就是这样嘛，啊，很多人是这样啊，不能说不过就是这样啊，就很多人都这样，那这样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修行，啊，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啦。佛教徒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尤其到现在这个明清之后，那么民国时代、民国之后啦，那么很多的修行观念，大家都混淆啊，混淆。那以前也这样啊，这当时有六师外道，这六师外道，那佛法讲的很多证件都是依六师外道来说的，因为太多人，佛陀还没出生以前。这六师外道还加一个什么？还加一个婆罗门，婆罗门的影响更多了。那六师外道都是在婆罗门之后反婆罗门的，六师外道都是反婆罗门的。这个叫沙门集团，这个是反婆罗门的哦。这个叫做沙门集团。沙门集团有七大沙门集团，包括佛教，佛教也是沙门集团，所以叫沙门集团嘛。啊，包括佛教。有七大沙门集团，那佛教之外的，我们就把它叫六师外道，啊，那佛教佛法叫做内道啊，基本上就分内外了，啊，那么就好像说本省的、外省的就分内外嘛，不管外省有几省嘛，啊，就是外省嘛，就不是本省的嘛，本国跟外国的嘛，不管外国有几国，那一样嘛，啊，那内道跟外道啊，佛法啊，那跟佛法之外的，那基本上就是六师外道，啊。那这六师外道都是反婆罗门的，就是不认为佛陀罗门，婆罗门有三大纲领嘛，啊，
这个吠陀天井啊，讲四吠陀。吠陀天井，婆罗门至上。即使后来改革，奥义书从婆罗门改，他也是改革了啊。他不认为，他也不认为吠陀天井了啊，那也不认为啊，祭祀万人了啊，婆罗门至上，跟祭祀万人。那其实这个影响我们佛法，这个影响我们的佛教非常深，后期的佛教了。佛陀当时是厘清这个东西的，但是现在我们的佛教基本上婆罗门化啊，就是说佛陀把很多婆罗门错误的观念修正了，让很多原来信婆罗门的后来信佛得解脱。但是现在的佛教徒，现在的佛教徒把很多婆罗门教的带进来佛法，让很多修学佛法的人不能得解脱。真的，你好好想，比如说，好，吠陀天井啊，我们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哈，讲一下就好了啊，让大家再来休息。这观念很重要。那么大多数的在家出家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皈依三宝，但学婆罗门法。学六师外道法，真的啊！你看哦，吠陀天启有四吠陀，啊，四吠陀里面啊，最早的是离聚吠陀，离聚吠陀，那么夜罗吠陀、娑摩吠陀，那说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有，我告诉你，我们的法会大概都是依四吠陀的，啊，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叫做阿大婆吠陀。阿大婆吠陀是原来只有三吠陀，后来啊，雅利安人征服达罗韦图人之后，把这个达罗韦图人的信仰啊，就是阿大婆，也编入吠陀里面啊。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咒语，习真怀珠的咒语啊，咒语念什么咒啊，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现在佛教也这样啊，你施食、放门山、放焰口，那个都是咒语，那个其实都是阿大婆吠陀里面的东西。啊，当然后来佛教有稍微改，但是还是都是根据都是阿大婆吠陀里面的，啊，然后娑摩吠陀是什么？娑摩吠陀就是梵拜，啊，唱诵的，啊，告诉你这个要怎么唱怎么唱，这个是什么调什么调，它是规定这个的。夜罗吠陀是什么？仪轨的，规定仪式啊，你在这里你要绕三圈，你要摆什么样摆什么样啊，就规定这个的。这个是唱诵，梵拜的唱诵，这个是仪轨，啊，这个是赞颂一切神的啦，啊，赞颂什么神什么什么什么神的啦。好，那你看啊，就如果是佛法里面来讲，就是对佛菩萨的赞颂，对佛菩萨，啊，他们是一切神的，啊，一切神的赞颂，啊，一切这个神啊，很多神啊，三神佛神啊，这个湿婆神、梵天神啊、创造神啊。但是我们就是佛菩萨，只是改成佛菩萨而已啊。但是一样啊，它有仪轨。你看我们的法会，我们的法会基本上是结合四吠陀的，只是这个是佛教的，只有这个名称是啊，观音菩萨啦、大势至菩萨啦。但是后来啊，三个头的啦、四只手的啦、八只手的啦，这些都是印度神，只要不是正常人都是印度神，真的。啊，后来菩萨也印度神化了，啊，比如说千手千眼，啊，那因为这个表示力量嘛，啊，那后来就是借由他们的形象来说明菩萨，啊，那么其实比他们的神更好啊，类似像这样。那后来就是，即使他的像也印度神化，哦，啊，那吠陀，夜罗吠陀基本上就是规定，啊，你要完成什么目的，啊，那么你必须做什么样的仪式。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啊，这个生病了啊，然后要送药师经啊，人往生了啊，念地藏经啊，类似像这样，啊，就是啊，那地藏经要怎么念啊？金刚宝忏哦，啊，用金刚经来忏悔啊，金刚宝忏，用大悲咒来忏悔大悲忏啊，反正类似像这样啊，就规定这些仪式啊，这是种种的仪轨，种种的仪式，种种的仪式，这个是唱诵的，娑摩吠陀都是唱诵的。啊，你要怎么唱怎么唱，要唱哪里，要怎么调，因为他们很重声音，他们认为尤其是婆罗门声音有神圣的声音，那你要唱的，尤其是宇宙原音叫做嗡，啊，那你要怎么唱，那个声音
可以决定你殊胜不殊胜啊。那另外阿塔伯会的就是咒语，种种的咒语，你看这不是我们的法会一样啊？你以为你是佛教徒啊？我告诉你，你修的都是婆罗门法，那佛教徒修什么法？佛教徒就修八正道啊，跟这个没关系哦。修三法印，出家在家啊，五戒、十戒、八关斋戒、比丘尼戒啊，那个都是让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跟你要唱什么调，跟你要这个法会的坛城啊，或者坛场要怎么摆啊，那么仪式要怎么进行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些佛法用的这些，只是来摄受你的心，来摄受你的心而已，让你在这个仪轨，让你怎么里面，他学习印度人婆罗门法的嘛，能够摄心而已啊。那么梵拜其实也是这样，后来就越来越复杂了，还有花板，还有什么板，反正就会越来越复杂，那就跟婆罗门是一样的。然后很讲究那个仪式，那个仪轨啊，到这里要拜三拜，到这里要起来要绕几圈，反正就讲这个。那么这个就其实就是夜罗吠陀啊，那怎么唱的？这是娑摩吠陀啊，要念什么咒的是阿大佛吠陀啊，其实就是这样。那透过这一些完成祭祀，所以叫做祭祀万人嘛。透过种种的法会完成祭祀，就祭祀法会，祭祀这些神啊，就是拜了祭拜，然后这些神，然后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嘛。佛法不是，佛法是从智慧解决一切问题，智慧了解苦因，知道苦怎么形成，知道苦怎么灭除，而灭除掉这个苦，跟怎么唱诵啊，你要怎么绕，怎么摆啊，这个都没关系啊。如果有，那只是说是摄受你的心啊，只是这样而已啊，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只是这样能够专注，专注的心有力量。好，好，我们先下课讲到这里啊，等一下再讲。
啊，讲到这里，讲到为人希坦啊，讲到为什么佛说有我，或说无我啊，说有处有受，又说无处无受。好，那举到啊，基本上啊，就讲到《婆求那经》啊，那前面的基本上讲业报的啊，《平沙王阎佛经》。所以他这里说啊，有人以后世不信罪福，做不善行，堕断灭尽，欲断彼夷啊，想要消除他这一种邪见啊，断彼夷，断他对后没有后世，没有罪福，没有善恶啊，就是以后世已有罪福，已有后世已有善恶行啊，这样的怀疑啊，那么让他。因为他觉得没有后世，他就会造善造恶嘛，不行善嘛，所以让他没有这样的怀疑，让他明白而能够行善去恶啊，那让他这种断见啊，就断灭见去掉。所以说杂身之间杂处杂受，那杂处就是有善有恶啊，那善恶基本上是杂染业啊，我们说清净业杂染业啊，那么既然有清净业。有杂染业，那么就有清净报跟杂染报，那杂染报就有苦有乐啊，所以这个叫做杂受啊，有苦有乐，受业受报。好，那这里讲到断见断灭见啊，我们稍微来明白一下啊，就是这里讲到啊，因为他有人疑惑是不信罪福啊，所以他就会堕断灭见啊，就没有来世嘛啊，就无我啊，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阿逸多。阿逸多或是富兰那啊，他说的这个阿逸多是唯物啊，那富兰那也是讲没有后世的啊，那所以他也认为没有罪福啊，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啊，那么也没有罪，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也没有福报啊，那这个是啊所谓的断灭见啊，对，是所谓断灭见，六识外道里面的多数，六识外道的除了大概除了就是泥见子啊，泥见子也是讲善恶业报的啊，泥见子还有这个善若隐啊，舍利弗的师父善若隐，他也不是不讲，也不是讲啊，但他也努力修行的。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基本上都是啊，那么没有善恶，没有业报啊，没有来世啊，没有凡圣的，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啊。那除了善若隐跟善若仪跟这个泥见子之外啊，好，那一般来讲啊，就是两边就是常见跟断见啊，那这个是从有我跟无我来讲的啊，那么常见基本上是有我，断见是无我啊，通常是这样啊，有我论啊，那这个我，这个是无我论啊，这个无我论跟佛教的无我论不一样哦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说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来世，没有后世，这个断灭见的，啊，不信罪福的，啊，这个是无我。那有我论，这个我，通常这个我，恒常独一自主，因为有时候把它叫自信。啊，像泥见子、耆那教，这叫做命非命，啊命，啊那也叫做命，有时候叫自信，啊那叫灵魂，叫梵，啊反正就很多种了，梵我、神我，啊有时候叫梵，叫梵我、神我，叫神。啊，神我、自我，啊，梵我、神我、自我、大我，啊，反正就很多种啊。那这个都是常见的，都是常见的，不管是梵我、神我、自我、大我，啊，然后是命，啊，那么基本上那灵魂之外的叫做非命啊，像耆那教也是讲命非命，啊，那阿婆浮陀也是讲命非命，有讲命啊，苦乐就是地水火风苦乐命啊，有一个精神性的啊，也是讲命啊。好，那通常它的特性就是恒常啊、独一、自主啊这三种啊啊，所以佛法会从无常故无我，会从缘起故无我，缘起就不是独一的 啊。会从苦讲苦故无我，啊，有时候就是针对他没有具有那种特性，所以说无我，啊，会这样。好，那这个啊，基本上讲，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来世，没有圣人，这个是两边。那外道
也可以这么说啊，就外道讲有我，佛法讲无我啊。那这里不管是有我无我，基本上都是我见，都在我见，都在两边啊。那如果从佛法跟外道来讲啊，外道是讲有我，那么有我里面又分啊，这个常见跟断见啊，那都讲有我，离蕴我也是讲有我啊，即蕴我也是有我。离蕴我就是离开这个五蕴身心有一个我啊，那么这个就是常啊，这个身心灭了啊，那个我不灭。那即蕴我就是这个身心当下就是我啊，也许是色是我，也许是受想行识是我，不管啊。那也许是这个我中有蕴，也许是蕴中有我啊，那相在，但是都是即蕴我啊，或是离蕴我。那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然后就是断灭见。那断灭见一般来讲是说即蕴我啊，其实就是唯物论啊，这个蕴就是我。当我这个身体死了没有了，运不在了，我就不在了，啊，运不在了我就不在，死了烂掉了，啊，就运不在我就不在了，啊，就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好，这个是外道的有我。那佛法的无我论，基本上它也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它叫做堕两边啊，它叫做离两边。那有因有缘世间起，它是缘起的无我论，啊，缘起无我，啊，缘起的无我。啊，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正见世间集就不生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有见，它是不生有见，不生无见的。有佛法缘起无我论，啊，它是即蕴我，外道是即蕴我、离蕴我、堕两边的有我无我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我论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刚才讲啊，那一切苦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啊。那中阿含多戒经，色有招式，就是你遇到的种种事啊，这些事里面有灾患啊，天灾人祸啦啊，尤其心里面的啦啊，有恐怖啊，然后见什么见什么啊，反正非常多啦，战争啊，饥荒啊，瘟疫啦啊，水灾、火灾、地灾、风灾啊，这种种，比一切就是一切的苦，其实就是一切苦了啊，一切苦。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都从哪里来？从业来。业从哪里来？从烦恼来。烦恼来从哪里来？从愚痴来，无明与无明啊，从愚痴来啊。所以愚痴是一切的因啊，十二缘起里面无明是因啊，不从智慧生啊，就从愚痴生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嘛，无明的造业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嘛。若见地人，若真正懂得佛法的人，见地啊，就见到这个地，地就是地理啊，道理啊。那一般我们讲四地、二地、世俗地、圣义地啊。那见地一般可能就是见四地啊。那么信普问吉凶者，终无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因为他知道那个跟那个没关系啊。既然那个跟那个没关系，你还去找那个问啊，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一样，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若生极重苦，好，这跟我们。生了极重的苦啊，这一切这些极重的苦，这些是苦，但还不是极重啊。那有极重的苦，那舍离此内，此内是什么啊？舍离观五蕴、观缘起、观六处，舍离这个身心啊，啊，那么你去观照啊，这个生命的缘起，那么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苦集灭道啊。那舍离啊，内基本上内道外道嘛。那么舍离也可以讲舍离佛法所教你的啊，你要去观照五蕴身心，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你要照见五蕴，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身心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啊，它的苦乐从哪里来，你了解这些道理，那了解一切都是无我的啊，去掉这个无明，那么更从外求啊，在学外道的方法，跟我们刚才讲的啊，那种种的法会，种种的祭祀，那消除种种的苦，用种种的法会来消除种种的苦，而不是去察觉、去了解、去明白这些苦的苦因是什么，灭苦的方法是什么？哈，没有啊，就好像说，哎，这个不会医的医生，不管什么病都给他这种药，啊，那这个一定是不会医的啊。你头痛也吃这种药，脚痛也吃这种药，眼睛一痛也吃这种药啊，什么痛都一样的一味药。啊，那这个是不对的，要了解这个。等一下还会再讲治病的啊，对治西坦。那么更从外
求一句咒，百千句咒，令我脱苦，啊，一样。我们不但念咒来脱苦，还要念咒来加持这个水、这个被子啊、这个沙啊、金刚明沙、往生被啊，把咒刺在上面啊，做成手环戴在手上啊，然后做成那个项链佩戴着，随身佩戴着啊，然后做成贴纸贴在墙壁上哈。啊啊，不只是念而已了啊，现在更多了，现在花招很多了啊。那么这一些想要离苦，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也离不了苦。你看佛法讲得很清楚了嘛，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了啊。然后修的是外道法，却一直以为在修佛法啊，就很麻烦啊。那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能够啊了解到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偏的就是，第一个修婆罗门行，第二个修外道苦行，啊，就认为在修行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是破群那中既有我啊，就回过来说，就是因为啊这个破群那这个比丘啊，那么既有我有神啊，这个神就是神我了。堕迹藏中，啊，就是堕到两边里面，就是两边里面堕两边，这个两边是藏的这一边，啊，破群那堕到藏的这一边，啊，那前面那个是堕到灭的那一边，啊，就是藏见跟断见啊，堕到断的那一边，啊，破群那问佛言：大德谁受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啊，若佛如果跟他讲啊，有魔甲魔甲受。便堕迹藏中，所以佛不这么说嘛。我不说有受者，我不说有触者，我不说有事者啊，实事者啊，就讲这个事实啊。那么事怎么来的啊？然后触受爱取有啊，就六触啊，那有的啊。那么昔人我见背负牢固啊，就比先来邪见更深啊。他原来就抱有这种邪见，现在你更认可他了。啊，他邪见就更深了，不可移转。以是故不说有受者、触者。好，那这个我们就这样了解来，就会比较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人师谈，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执着，而说有或说无，或时候有说，或时候不说，说或不说，说有或说无。啊，其实是这样。那像我们刚才引的啊，甚至这个婆伽种的，他甚至连说都不说，说了他就会增长邪见，所以就不说。那这里破群那是说，说有他会增长邪见，啊，所以就说无处无受啊。其实是这样，就说没有啊。那不管说有说无，他都会增长邪见，那就不说啊，就有说与不说，说有与说无啊。那这个的差别，那这种差别就是什么？就是为人希谈啊，因为众生根性有差别啊。好，那翻过来看二十页啊，所以他说这些叫做为人希谈啊。那我们对照着婆伽种出家啊，就婆伽种出家的这个外道跟破群那 啊这个比丘啊，那么这说法啊，好，那就有所谓的说有说无、说与不说的差别。好，现在来看第三个叫做对治息谈啊。那对治息谈就是用药的这一种说法。好，他说对治息谈的有法，对治则有，实性则无，就是他主要是在对治的啊，并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法。那因为这四息谈都是跟就是这三息谈啊，为人世间息谈、为人息谈、对治息谈，都是跟什么对照看的？跟第一希谈对照看的。那第一希谈就是没有实性是无的啊。那么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第一个就先讲啊，对治啊也是这样，实性则无啊。那么像世界希谈他也这样啊，我们可以翻到第十八页啊，世界希谈对照也是这样啊，有法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也一样啊，没有那个自性啊，没有那个自性。那一样啊，就是他这里也一样，实性则无。好，
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重热逆作、咸药草饮食等，于风病中名为药，于病非药。啊，我们把这三个看完。啊，那么若清冷甘苦涩，药草饮食，啊，这就是药草跟饮食啊。啊，那么于热病名为药，于病非药。若清心甘涩热，药草饮食等，于冷病中名为药，于病中非药。啊，那这个是医药的问题啊。那印度人基本上啊，那么讲主要三种病啊，就是这里大智度论说的。你看那个大波涅盘经里面也是这么说，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是这么说，就是三种主要的病。三种主要的病叫做风病、冷病、热病，就是这里是风热冷啊，那也可以讲冷热风了啊，冷病、热病、风病，主要是这三种病啊。那这三种病啊，那基本上。他这里有讲到几种啊，重跟轻是一组，啊，那么冷热是一组，那其他的辛甘苦涩，那么逆是有酸啊，辛甘苦这个做就是酸，醋了，啊，这个是醋，啊，类似叫就是醋，那个逆是油，又叫做滑，油腻油啊，那通常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依《大波涅槃经》里面说的。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再结合这里看。它是这样啊。他说啊，在《大波涅槃经》这。卷二跟卷三十五了哈，他是这么说啊，他说辛苦咸甜醋等味，咸、甜，甜就是甘，醋是酸等味，以疗重病，以疗啊，它有风热冷病，以疗风热冷重病。啊，风、热、冷、重病，他基本上把病，大智论把病分成四种啊，这个是根本的三种，啊，那么又说，啊，这个是卷二的，啊，卷三十五里面的他这么说，啊，他这么说，他说，热病疏人治之。热病，疏人治之啊，他写这个疏，但是应该就是这个疏了，就是这个疏，啊，疏油的疏了啊，其实就是油啊，这里就是这里的腻，油腻。啊，这里讲的腻，油腻。应该是有了啊，疏能治之
啊，这不是书是另外书啊，有等一下有酒，书能治之。啊，那么热冷病、风病有能治之啊，这有是这里的有，这不是这书是这个书，有风病啊，有能治之。那么冷病，秘能治之啊，他是这么说了啊。我们不晓得他原理是什么啊啊，但是如果依中医的理论啊，等一下再来讲啊。那《大智度论》里面啊，其实基本上它是这三种病。那这三种病，有的是热风，有的是热风冷啊，类似像这样就变成杂。那么《智论》，《大智度论》卷二应该是卷二十九。卷五十九，智论卷五十九，啊，有叫去查。那么他讲有根本四病，啊，这是印度的说法了啊。根本四病就是风热冷杂啊，风热冷杂，风热冷。杂啊，那么杂基本上就是啊，这个风热啊，或是啊风冷啊，类似像这样的 啊。那么有这种杂啊，那基本上它都有根本四病。好，那讲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讲对治所谓的贪嗔痴啊，对治贪嗔痴，像《大般涅槃经》也是这样啊。那这个风病啊，基本上是讲嗔啊，那么热病是讲贪啊，冷病是讲痴啊，风病是讲贪啊，风病主要风病是讲嗔啊，冷病是讲痴啊，热病啊，冷病是讲痴。啊，这个是贪，啊，基本上是这样，热风冷，啊，这是指贪嗔痴。好，那这个是印度的习惯性说法，啊，那它这里有所谓的轻重，哈，啊，我们把这里说的，啊，把大智论里面说的，如重热油酸浊酸咸，啊，那么它基本上分两。大概分三组了啊，冷热轻重，啊，就轻跟重，有轻，有重，有冷，有热。那么跟这个辛甘苦涩酸油啊，辛甘苦涩。做啊，就酸油腻啊，腻是油啊。好，那通常是指这个基本上是应该就是一般饮食医药饮食跟药草它的一个冷热是它的应该是它的药性啊啊，比如说比较冷的比较热的啊，寒性。这个中医里面，他讲五性或讲四性，寒热温凉。中医讲四性，有时候讲五性，就是药性啊，寒热温凉。啊，通常是讲这样。那印度就是啊，它就是冷风热啊，寒热温凉啊，有些加一个平啊，就平性啊，五性，或是讲四性。那讲五味啊，那类似像这里啊。那么冷热啊，它我们讲的多一点，寒热温凉品啊，然后这个是五，一般讲五味啊，这里也六个啊，就有，还有一个有。那五味基本上是辛甘酸苦咸啊，那么中医讲辛甘酸苦咸啊，辛甘酸苦咸这个四性啊，写在这里好了。啊，我们对照看了啊，对照看，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中国的啊，也中医也很，
就是也很多很复杂啊。那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四性五味或五性五味啊，中医的理论啊。那它这三种啊，一个就是啊，我们对照看的啊，中医五性五味啊，那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浓淡或是它的药效的轻重啊，药效比较重或药效比较轻啊。那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啊，就是说它是讲五味是辛甘酸苦咸啊，啊还有咸。一般我们写成这个咸，辛甘酸苦咸，五性是温热寒凉平啊。那另外有所谓的这个药效，药效的作用啊，药效的作用有所谓的升降浮沉啊，有轻有重啊，药效有升降浮沉啊。这我们稍微借由这个来稍微理解一下，就是印度的说法跟我们这边的说法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就作用啊，药效的作用有所谓的升降浮沉。那这个也可以看成是轻重啊，但轻重又有另外的说法啊。那这个沉然后另外有所谓的它的这个性味厚薄，药理药味有所谓的轻重啊，就药效有轻重，还有所谓的它的，它有讲药效或药味啊，药效有所谓的轻重啊，或是药的颜色，药味性味厚薄轻重啊，药效啊有所谓的轻重。所以这里的轻重啊，他这里讲的所谓的啊，这课本里面的啊轻重冷热啊，那冷热一般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啊，这里啊冷热是这里的啊温热寒凉的啊。那么他这里的辛甘苦涩酸有啊，就是我们的五味。那他的轻重啊，基本上是药效的轻重或药效作用的升降浮沉，啊，大概是这样了啊。那这样我们就会比较知道啊，就是它分成大概分成三组，来说明治病的一个理论。那这个因为是印度治病的理论啊，那大智论里面就讲有根本四病啊。那有些说是所谓的四百四种病，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有引申的病啊。好，那这里说到啊。所以他就分三组啊，所以他把说重啊，就是重跟轻啊，那有重有轻啊，就是药性的重轻啊，啊作用的重轻啊，然后这个是药效的重跟轻啊，然后药本身饮食本身的冷跟热的性质啊，然后还有它的味药味，这个药味是辛甘苦，那药性是冷跟热。药效是重跟轻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分大概分三种，一个就是药效啊，那个比较重要或是比较轻的啊，那药效，那一个就是药性，药性是冷跟热啊，我们是寒热温凉，那分成冷跟热啊，那然后药味啊，就是它的味道啊，它基本上分成啊这个辛甘苦涩啊酸啊滑啊。啊、大概这样啊，咸啊，辛甘苦涩咸，啊，后面还有一个咸啊，好，后面有一个咸，啊，大概有六个啊，后面还有一个咸，啊，大概有六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啊，好，那分别来治不同的病啊，所以他说重热。啊，重跟热啊，那基本上是啊，那一个药性
啊，那后面的啊，比如说腻，腻就是油的意思啊，啊，然后酸、咸这些药草，这是药味，啊，就是药味、药性跟药效，啊，或是性味分轻重，那有些就是把性跟味分轻重，性味轻重，那有些是药效分轻重，药效啊分轻重，或是性味，药性跟药味，啊分轻重。啊，味道比较重的，然后药性比较轻的，寒热温凉这个，啊，寒热温凉啊，这个药性，啊，所以，啊，基本上是这样，这个药性，这个药味，啊，药性，这个是药味，啊，这个是药用或是药效，啊，分轻重，啊，那性味，或者是性味轻重，啊，那就是这个的轻跟重，啊。大概有这两种说法啊，轻跟重的说法。好，那他这里就对照三组啊，对照三组啊，这个重热腻有啊，做咸啊，这些药草跟饮食，那风病中名为药，那么不能治热病，不能治冷病，它只能治风病啊，就好像这个人参啊，在对。有一些人来讲啊，他可以用；有一些就不能用啊。那你已经很热了，你再吃人参啊，就更热了啊。你要很虚的人吃才有效啊。那么两个东西要对热的人啊，那清热泻火的东西啊，那要对热的人有效。如果你已经冷了，你再吃清热泻火的，你就更虚了啊。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清冷、甘苦涩这些药草啊，药性、药味啊，那药效。啊，那么是比较轻的，啊，那么这个药性是比较冷的，药味是比较甘苦涩的，啊，那么这些治热病，那么风病跟冷病就不适合，啊，那这个药效比较轻的，药性是比较啊，他没有讲冷热啊，那么哦热的，热它放在后面啊，啊，药性是比较热的。那么药味是辛苦涩的，啊，它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那个热应该放到前面来，清热辛苦涩啊，它把热放到后面去了啊，那就所以应该是轻重是一组，冷热是一组啊，其他的就是药味啊，热性冷性，药效轻跟重，啊，药性是冷跟热，啊，药味是辛甘苦涩。咸酸啊，辛甘苦涩咸酸啊，大概是这样。好，余病会药，佛法中治心病亦如是啊，其实就是治贪嗔痴啊，啊，其实是治贪嗔痴。好，那他后面啊，因为他要讲对治西坦嘛，所以亦如是，如是是怎样啊？就后面讲到三种观法：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另外有一个无常观无我观啊，所以总共讲五个啊，讲五个。那他这里并没有讲到所谓的五停心啊，因为大智论里面没有讲五停心啊，但是这里面讲五停心啊，就注解讲五停心了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五停心啊，先来讲这个所谓的啊底下主要的三种。不净观、慈心观跟因缘观，因为这三种基本上是大智里面比较常说的，啊，常说的这三种。那因为它主要在烦恼，主要就是贪嗔痴。那这里说的就是对治贪嗔痴，啊，就好像因为它前面举的例子就是风病、热病、冷病，它也是举三种而已。那这三种在经论里面啊，比如说在《大般若经》里面，它就是专。用世间的药来说明心中，就是用世间一般众生的病分三大类来说众生的烦恼心病有三大类，那这三大类不外乎就是贪嗔痴啊，所以风病啊是嗔啊，热病是贪啊，热病是贪，风病是嗔。那么冷病是痴啊，也是在讲贪嗔痴啊，那所以啊，这个一样
啊，所以它的对治也是对治贪嗔痴，所以主要都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来讲，来对治贪嗔痴啊。那无常无我啊，是对治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无明啊。那主要是这样啊，所以无常也是要得无我啊。那其他三个是对治说的。那后面无常无我，他也讲是对治啊，所以他讲他这五种，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不净观思维，那么于贪欲病中名为善治法啊。那善对治法于嗔恚病中不名为善啊，就是说这个是看个人的烦恼啊，烦恼的轻重啊，那一样。啊，那什么样的烦恼啊？这烦恼性是什么啊？那么来看是怎么修什么法啊？那如果你贪心重的人，那么你修不净观，那贪是什么？贪就贪五欲啊，贪五欲啊。那五欲里面基本上啊，我来看五欲里面哈，贪主要是贪五欲的啊。那还有贪，那重点就是从我爱啊，那么引起对五欲，贪重点在五欲。那五欲比较多的啊，比较重的，基本上就是饮食男女啊，那么对自身的贪，对别人他身的贪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叫欲贪。贪有分欲贪、色贪、无色贪的啊。那主要是欲贪，这个欲基本上就是五欲。那这是我们欲界众生的啊，当然贪还有分，贪主要有三种嘛，欲贪、色贪、无色贪嘛。你欲贪去除了，还有色贪、无色贪呢。但是我们现在是最人说的啊，所以人是欲贪是五欲，欲贪、色贪跟无色贪啊，欲贪断掉了。一贪断掉了，只证三果而已，啊，证三果，断了就证三果，断欲贪，就证三果，你就是三果的圣者，啊，色贪如色贪断掉，你就证阿罗汉，你就断，色贪如色贪断掉，一切烦恼就断掉了，啊，证阿罗汉，证四果。那欲贪是对五欲的贪爱，对五欲的贪爱，贪是贪爱，啊。贪爱不舍，恋着，啊，贪爱基本上它就是恋着不舍，心里面一直想着啊不舍。好，那这欲贪里面五欲，色身香味触，分别来讲是这样，啊，那色身香味触里面。主要两个就是饮食跟男女，啊，所以你看八关斋戒啊里面啊不邪淫改成不淫欲，那非过午不食啊，那么一样啊，就是在饮食男女啊，然后在五欲上面啊不着香花幔啊，不歌舞娼妓啊，声色不坐卧高广大床啊，过午不食，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在家人受出家戒，出家基本上就是对治这个欲贪的啊，就少欲知足。那么饮食基本上啊，色、香、味、触啊，四欲杂染啊，男女啊，色、声、香、触啊，所以他都是四欲杂染比较严重的啊。孔子也说：“人之大啊，这个。”人之大患啊，就饮食男女啊，饮食男女啊，所以出家啊不淫欲，过午不食啊，那么就是他能够稍微对抗啊，就是不在这边加重啊。那他这里啊，那么还有对自身跟他身啊，自身跟他身。对自己的啊身体的染着啊，对别人身体的染着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所以他修不净啊，他这里修不净，
修不进你对治它。那如果对饮食的拦着呢？啊，佛法里面也有，啊，它就是第一个佛法是从，比如说你脱钵乞食的，啊，对饮食的拦着，它对治就是它是脱钵乞食的，你不能选择你要吃什么，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它就对治了，你不会在真里面长贪了，你有吃就好了，有得吃就好了，吃多吃少也不是你决定的，吃好吃坏也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他就由这个脱钵乞食，啊，然后来断你这个对饮食的贪着。哦，我今天要去吃什么？我要吃咸的，我要吃甜的，啊，我要吃多，我要吃少，这不是你决定的，你只决定你要怎么修行，你不能决定你要吃什么，要吃多吃少，吃好吃不好，不是这样。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甚至叫你在饮食的时候做官，啊。官，你就像在吃你儿子女儿的肉一样啊！当然，这个一般人没办法啊，但是有的他叫你这样官啊。那所以一般我们讲啊，三德六位啊，就是我们要讲这个那个，那个是另外一种啊，就是你要供养佛的啦，那个是另外一种供生的。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要官啊，这个十存五官啊，积功多少，量比来处，存举德行，全德因垢，凡心离垢，贪等为宗啊，就是要叫你不要在这边起贪嗔痴。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说来对治的，啊，对治的饮食这一部分，啊，那就是第一个就脱钵啊，啊，有些说有些是甚至有所谓的脱钵行，它有一坐食，啊，一坐食一钵食，那么只吃只脱七家啊，超过七家就不脱，反正有很多种来对治它了，啊，就一钵食一坐食啊。然后只脱七家啊，就有很多种啊，来对治这个对饮食的贪欲。那对男女的贪欲，通常是修不净啊，那不净观。那不净观有所谓的九想观、十想观。那九想观、十想观啊，或是说九想、十想，九想或者十想啊。那么这个是观他身。观他身不净，观尸体，观尸体，这个是从他身去观，观尸体。那观尸体要去哪里观啊？到尸陀林去观啊？因为印度这个是印度人的方式，印度人不是用土葬的，印度人只有两种葬法，一种是天葬，跟西藏的天葬不一样，就是放在森林里面，给让它自己腐烂，给其他的动物吃。啊，那尸体就放在森林里面，叫做尸陀林。那我们是埋起来，他们是没有的，然后就放在森林里面。啊，然后有一个森林是专门放尸体的。那比丘就去那里观，啊，尸体的死了，开始观他九想或十想，啊，从盆藏想，啊，或是清淤想。如果九想，就从清淤想开始想，啊，就身体死了，身开始会发黑啦，啊，发紫啊，这些开始烂，啊，那有些是从盆藏，啊，身体开始膨胀，啊。啊，膨胀是怎么写？忘记，啊，是这样。有些是写这样啊，膨胀想，啊，那十九想就从清淤想开始想，十想是从膨胀想开始想，想到什么啊？想到白骨，想到烂掉了啊，就尸体的变化，整个变化，啊，渗到白骨啊。然后这个是从他身，从自身呢，啊，自身就观这个身不净，啊，那。怎么不净呢？观到背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白骨啊！然后自身是观自己，啊，有时候讲三十一身分，有时候讲三十二身分，有时候讲也有讲三十六身分，反正就是你分析这个皮毛肉骨、髓血痰涕唾、大肠小肠、肝胃肾啊这些啊，要就是整个身体是由这几种，有的讲三十一种，有的讲啊三十二种。那么三十一身分、三十二身分，就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啊，啊，就是大概不净观大概有这两种，就是观自身他是从尸体开始观，啊，去看他的尸体的变化。那我们也是这样，看到最后你产生不净，就是厌恶了，啊，厌恶作意，啊，厌恶作意，就是你的心这样想，啊，你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看这个嘛。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啊，跟他一样的、啊，
所以你就去看那个尸体变化，以后我们也会这样啊。那现在虽然没这样，那皮包着而已，那其实里面的东结构是一样的啊。那你就看它的皮蛋，就里面是肉，然后肉怎样怎样啊，然后就是这些就看它整个变化。那一种就是看自己的身体啊，其实是皮肉毛骨啊，那么这一些肉皮肉毛骨髓血啊，痰唾涕啊，这种种啊，大概就是31、32生分，或是最多也讲到36生分的啊。那基本上啊，就是你去分析这个，每天这样观，每天这样观啊，然后你就对自身对他身不会产生恋着啊，你不会产生恋着啊。那基本上这个是对治欲贪的啊，对治这个是对男女自身他身的欲贪。那如果对饮食的欲贪啊，基本上就用托钵乞食对治啊，或是你去观这个饮食，就好像经典里面讲啊，就好像在吃这个子女的肉一样，类似像这样啊，你吃肉就好像吃你的肉，你怎么吃得下去呢？啊，那当然这一般人观不来了，没办法啊，每次吃东西都这样会得厌食症，啊，就不太想吃，厌食症也是一种病，所以这个会有后遗症啊。啊，很多人关到不进关，关到成就了，要关成就才有，啊，但是有些人即使这样关也关不起来。《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啊，就有一个比丘啊，啊，这个对女色非常的恋着，他即使关不进，他还是很喜欢，他没办法啊，他有一些人不一定关得起来啊，就是他那个作意没有成就啊。那么这个。大概是这两种。那因为饮食的话，出家的话，在家就没有这样观了，在家没有修不进观了，啊，在家有家庭的啊，那出家才修不进观，啊，那在家也没有托钵，这个自己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但是他因为他没有要解脱嘛，啊，他只要不让他的烦恼过剩就好了，啊，过度就好了，啊，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是用托钵乞食来对治，这个是修不进观来对治，啊，那因为修不进观后来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佛陀有一天来说，啊，比丘怎么变这么少？啊，很多都自杀死的啊，就是修到不净很厌恶啊。那观自身不净，观别人不净就厌恶别人，那观自身不净就厌恶自己，就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很脏很臭，啊，很不干净啊，所以就自杀，很想死就自杀死。后来佛陀规定自己不能自杀，有两种意思啊，自己杀自己，跟叫别人杀自己啊，就自己杀。跟自己杀自己，自杀基本上在佛教里面，若自杀，若叫他杀，是自己杀啊，自断他命。通常若自杀，若叫他杀，这个自杀是指自断他命，但自断自命也是自杀，自己断自己的命，这是一般我们社会讲的自杀啊。那佛教里面的戒律里面的若自杀若叫他杀是自断他命的意思，主要是自断他命啊。那自断自命也是叫自杀啊，其实就是断命了，断自命断他命啊，自断他命就是我自己杀啊，就叫自杀。若自杀若叫他杀若见作随喜，那指的是自断他命啊。但是你只要断，不管断他命断他命，都变成在自杀的范围里面啊，就这两种意思。那世间的自杀是偏向于自断自命，自己杀，自杀了，自杀而死。但是佛教里面戒律里面讲的自杀，多数在讲自断他命，但这两种都叫自杀。那后来佛教里面就是很多修不进观的，很多自杀死掉了，啊，就这个自杀自断自命死掉了。那佛陀规定不能，就请别人帮助他。叫他杀啊，那一样啊，那叫别人来杀自己啊，啊，那这种就是因为修不净观产生非常厌恶的心态，厌恶这个世间，厌恶自己啊。那么所以后来佛陀就本来是修不净观来对治，后来就比较修安那波那啊，就持习观。那这里没有说啊，它变成五停心里面的一个持习啊。那后来我们。因为原来叫持习啊，叫安那波那，就是出习入习啊，安那波那啊。那么
基本上是慈禧、慈初入禧、初禧入禧。那后来我们有一些人啊，就有些人知初禧、知入禧、知初禧长、知初禧短、知入禧长、知入禧短，基本上从这样开始的。后来啊，有些人可能这个不会啊，就用属禧，后来叫做属禧。那原来叫慈禧，就是知，只是知，你知道，你这个心放在这个禧上面，禧长、禧短、禧初、禧入，那后来就变成属禧啊，初属初禧或属入禧啊，一二，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色心了，一般对一般人来讲，啊，所以后来就变成属禧，后来我们就变成属禧官，其实原来是不是属禧官是慈禧官，啊，后来属水子修。那么变成属习，从属习开始。好，那这里讲到啊，讲到这个不净观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因为它这里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这个是主要的三种，主要的三种。虽然它后面讲无常无我啊，但是这个是对峙的，这个是对峙的啊。就不净观思维于贪欲病中，名为善对治法，主要在对峙贪。如果你嗔心重，再修不净观，那会越修越严重，啊，烦恼越重，啊，烦恼越重，啊，所以并不是非对治法。你贪爱这个人，你在他的身上观不净，啊，那你就不会贪爱。那你已经很嗔这个人了，你再观他不净，那你就嗔心就跟他抢了。你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也是，所以他不是对治法。所以则观身过失，啊，观这个人身体不好的部分，啊，他有什么好？他好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叫不净观啊，不净有很多种不净啊，那这个只是身不净而已啊，那烦恼也是不净啊，就是杂染有几种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大智论后面也有啊，就不净不只是身不净而已啊，就有种种的过失啊啊，那么若称谓人观过失者，则真意称谓火故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对治法啊，那后面慈心因缘也是这样啊。因为时间到啊，我们就下次再来讲。啊，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